OK， 刚那个初次 A 呢怎么做到的？首先我们先把四张 S 找到，然后一张 S 呢放在最下面，好吧？一张 S 呢把它正面向上放，另外两张 S 呢背面向上放。准备工作 S S S， 最后一张 S， 展示扑克牌没问题。然后这样拿着牌，好吧？先分一半的牌，小指做个间隔，拿下面一半牌，同时把上面第一张 S 滑下来。好，然后这边把牌分过来交给他。中间拿走，再分一点过去，这是三段切的基础，再过来，所以现在 S S S， 上面这张也是 S， 最后一步只是双手交叉，同时把这张牌推出来，翻过来，这边颠倒过来，然后这只手把 S 推下去，这样就出现了四张 A， OK， 稍微花一点时间练习就可以学会这个炫酷的初次 A 了。我是明阳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欢迎各位在我们视频下方评论点赞。这期就是这样，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